好，来今天的新闻，头起先来看海线出身的民进党籍彰化县长候选人黄秀峰，15号回来到外妈的厝新港乡进行车队扫街拜票，支持乡亲，唔那是放炮啊来迎接。某人听到广播的声音，专工出来一手拍招呼，用热情的行动来支持黄秀峰。海口查某囝黄秀峰15号回来到新港外妈的厝，进行车队扫街拜票，因有支持者放炮欢迎，有人听到广播声，专工走出来跟候选人拍招呼，用上热情的行动来支持黄秀峰。竞选团队，啊，个咱的王国忠议员、周君林议员，吼，阮做伙伫新港乡哦咧车队扫街，嘛感受到吼咱的乡亲对秀峰的支持，啊，个非常的热情。尤其是新港是我外妈的这个故乡吼，所以我有足侪我的阿姑阿姨，啊，足侪亲戚拢搁伫新港遮，所以吼，即只我嘛足感谢咱乡亲对我的爱护甲支持。未来吼，剩10多天的时间。我绝对要打赢11月26日这场选战。拜票车队也专程到新港保安局参拜，县长候选人黄秀峰点香祈求天上神庙保庇。虽然民调无正式公布，不过咱已经感受到民众的这个热情呢。我相信咱的民调甲对手呢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。咱只要呢，搁再继续来努力。一定我都赢出最后胜利。黄秀峰竞选总部表示，这礼拜是选前最后一个黄金周。总统蔡英文、副总统赖清德都会出席黄秀峰6日在河北举办的造势大会，为候选人徛台催票，希望带动支持者上台热情，也得胜利。中华新闻叶宏武、新港采访报道。